第36题，同一金属球分别置于甲、乙、丙三杯水中，如图所示，所受浮力分别为 B 甲、B 乙、B 丙，则大小关系为下列何者？我们晓得浮力一定是等于排开的液重，也就是排开液体的体积乘液体的密度，或者说在液面下的体积乘液体的密度。三杯都是水，所以液体密度相同，我们只要看谁排开的比较多就可以了。乙、丙都是完全没入水中，所以全部的体积都排开了，而我们的甲只有部分没入水中，所以只有比较少的体积有排开，所以乙丙所受的浮力是一样，因为它全部排开，而比我们的甲大，因为它只有部分排开。所以第36题问我们说，所受浮力分别为 B 甲、B 乙、B 丙，则大小关系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B 甲小于 B 乙等于 B 丙。